欢迎来到步步为营象棋讲座。今天的主讲教练依然是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高级教练王云宝王教练，欢迎王教练。嗯，观众朋友大家好。嗯，王教练，在上一期的时候，我走了一个车一进一，但是王教练说不对。嗯，那这样的话我跳马行不行？跳马按照吃跑垫的原则，跳马在将军。嗯，黑方能吃掉，马也能吃掉，都送给了。哦，先用马吃掉吧，既然吃掉嘛，我先吃掉你怎么办？对，吃掉了之后我可以用炮打掉。打哦，那也不行，打是没有将军。嗯，你只要没有将军我就可以，哎，这将军 吃你的象。嗯，那跳马也不对。跳马未必不对，为什么呢？大家看啊，现在啊，红方利用黑方的这个马，这个红方的这个马将军啊，嗯，弃掉马以后啊，首先那个车透开了，这是他最主要的。哦，当然你看我将军你能不能出来呢？他出来的话出将行不行？我们先看啊，吃宝殿的原则，出将的话我这样将还是飞炮没棋。嗯，还是飞炮。出将不行，出将呢因为这个车不能再回来了。嗯，出将的话呢，这个车将将军。哦，黑方只能进将。嗯，再杀士一将军。两个将有马有车，所以说还得出将，这个车杀的士啊。哦，双车错杀死了。嗯，所以说出将肯定不行。嗯，黑方可以吃掉。那么吃掉了，这是红方啊精心准备的一种做法。嗯，弃掉马以后红方的机会来了啊，那么闪开车了嘛，这可以选择大刀搬心。嗯，对，这个大刀搬心啊，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被人忽视啊。车一平五，车一平五将军呢，将不能吃，只能士吃，士吃掉，红方的机会有了。那就走车没用，走车呢？你不可能走别的，你必须要将军。嗯，那现在红方九路炮往前一步啊，上炮，对，进炮将军，你飞不起象来，只能落士，然后进，然后再用车杀士。嗯，上将，这个呢叫加车炮杀法，两个炮和一个车的配合。哦，啊，加车炮杀，加车炮，哎，僵死了，非常的赏心悦目。嗯，可是在前面呢，我们要按照吃跑垫的原则，红方退马将军的时候，那黑方能不能用马用士去吃呢？也不行。实际上你要用士吃呢，一样继续弃这边的车。嗯，杀将，你要吃掉，上不来将嘛。嗯，吃掉，吃掉，简单的进炮将军，飞不起象来，直接憋死了，软民工杀法。嗯，啊，这个呢，这些精彩的这种杀法呢，只要是经常练习的话啊，我想将来在实战当中是经常能够碰到的。那大家有时候走出一盘精彩的杀棋以后，那个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赏心悦目。嗯，啊，感觉好像是这一生当中能走出实战当中这么一，对一个高手来说下出那么一盘精彩的杀棋的话，那心情不得了。没错。嗯，所以我们还得在下面好好的想一想。嗯，其实在脑子里这样摆一下，嗯，也是可以走得出来的。现在这个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看起来好像相对来说复杂一些，格外复杂。嗯，那么还是按照老规矩，嗯，看看黑方有没有给红方走成绝杀。啊，你看这边有将军，这边有将军。嗯，这平炮还有将军。哎呀，嗯，那将军太多了。对，那这不用考虑，红方肯定是前一步杀死黑方。嗯，但具体怎么走，走得很准确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来点小暗示啊。嗯，因为首先你要看红方要是将军的话，只有两个，车杀士能够将军。嗯，跳马可以将军。那车杀士呢，对方出将好像是没有杀棋啊，所以说车杀士应该肯定不对。嗯，那就得跳马。跳马是对的，但应该怎么走？嗯，我们老规矩啊，得留作业了。嗯嗯，我们想一下这个马应该往哪儿跳，能够快速的入局杀棋呢。嗯，我们来想一想，明天再见。下期很精彩。
欢迎来到步步为营象棋讲座。今天的主讲教练依然是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高级教练王云豹，王教练，欢迎王教练。嗯，观众朋友大家好。嗯，在上一期王教练说要跳马，那跳到马将军以后啊，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啊，对方肯定要出帅的，出将的。出将以后呢，关键是这个炮呢，黑方的这个车啊，这一下给红方帮忙了，正好前炮打车，打车将军，将军。啊，你看这个象啊，正好别着象眼，这边也起不来，只能上将。上将。哎，上将以后呢，你看要是没有这个炮好了，推马一将，直接就将死了。对。关键有炮，你要是推马一将呢，炮他正好打个车、所以说这个马呢还可以这样推来将军。嗯。啊，马六马七退六将军呢，黑方只有上将了。上将以后呢，哎，有的这个。观众朋友直接看出来，哎，这后马后炮我们一直在学嘛，马后炮是不是将死了？马后炮将军，看似啊将死了，实际上里面有吃跑垫的，里面都有车垫，有炮垫，有兵垫，太多了。嗯。啊，那么先垫一下，不管是用哪个子垫，炮垫、车垫，那、啊、可能我用炮垫怎么着？炮垫。你在将军你将不上了，比如说我现在用车垫的话，可能。哎，我还可以这样将军。嗯，那我现在黑方呢，变一下，我用炮垫，你反正要是吃我车，我那边一下就将死你。对，这个题啊，难度的经典，那个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啊，不管你怎么垫，那这个问题你要去考虑考虑，怎么能够去将死呢？啊，明眼人一看，这里面有一个惊天逆转的一个过程。哦，把车弃掉。不要了，车八平六将军，对方只能吃掉。嗯，吃掉以后，吃完以后呢，这个马上就看出来了，马六进八，有炮将军，有马将，双将，双将必动将啊，这一下就将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的这种经典，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现车将军啊，这是我们本节应该要练习的这个要点。嗯，啊，这个呢，要是走出来的话，在实战当中也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嗯，那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这个杀局练习招法之一。嗯，那很多其实很多人在走这个到最后残局的时候，觉得自己剩下的这个可入局的这个棋太少了，所以就很舍不得去弃啊。对，关键这就是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非常重要。那假如你走不好呢，这个前功尽弃；你要假如这临门一脚走出来的话，这就是一盘完美的一盘这个杀棋，这是赏心悦目的啊。这就是说，最后这一点是怎么练，要在于平时的练习。按照老规矩，我们继续给大家再出一个练习题。嗯，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残局。现在我们的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看起来特别复杂，嗯，比上一局那个还要复杂。关键这一局啊，还是按照我们这个以前的惯例，嗯，先看看黑方有没有给红方走成绝杀。嗯嗯，这好像是没有绝杀吗？对，这个不对，这黑方能够将死红方，只要你能看出黑方来啊，一样也是一种锻炼。嗯，你看，进炮将军只有落象。拱士将军只有吃掉，嗯，那再将军现车，这个我们以前学过的啊。对，你上将呢，这不跳将死了。嗯，你下将呢，将军上将将军将死了。嗯，啊，那么很多这个电机前观众感觉，哎，这好像是不是胳膊啥，你稍不留意那我就将死你了。嗯，啊，这个要注意有个冷招。嗯，所以想要慢一点进攻还是不行的，所以红方还是要快速的入局。但是我看红方有用的这个棋子还都在自己的这半边呢，憋住啊。嗯，所以说有时候考虑是不是车可以先杀个车，这是不行的，那必须要考虑怎么去将军，得立马将军了。对，那一样没办法，我们按照老规矩，今天有些复杂，我们把这个问题难题给我电视机前的观众。嗯，那我们要一起好好的想一想，然后明天来交作业了。嗯，到底应该先走哪一步能够快速的入局呢？嗯，我们明天为大家揭晓答案，明天再见。再见。欢迎来到步步为营象棋讲座，今天的主讲教练是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高级教练王云豹，王教练，欢迎王教练。嗯，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王教练，在上一局我们好像看似黑方还有这个格布杀的一个缓局，但是其实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绝杀了。实际上也是不缓，嗯，那你人已经要你杀呢，你这个车要是杀人家车的话，那也先将死你了。对。那么这个棋呢，准确的走法应该考虑哪个子有多少个将军方法？嗯。马有两个将军。嗯。这个马有两个将军。嗯。车有一个，那我们按照规矩怎么个算法呢？这个马首先不管两个将军，你跳将能给打掉，卧槽呢没用，退车。嗯啊，这个棋应该怎么考虑呢？这个棋如果这边这个马呢，这样、哎、往这跳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对与错，嗯、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啊。马二进三，你看、嗯、这必须吃掉。啊、马九退七，吃掉。对，我没有看到他这儿还有一个马看着。啊，但是也对，为什么呢？本来这个炮是不能将军的、嗯、啊，这个通过一个线子啊。这个炮又闪开了，那我们再运炮，炮再怎么将军呢？这样。哎，对。嗯。炮二进七，炮二进七以后呢，黑方不能落士的，一落士这边车一杀士，这直接将死了。对。只能飞象。飞象的话，他就只能往这儿飞了。啊，往这儿飞、嗯、啊。那么好像现在没有杀棋，这个马再将军又给打掉了。嗯。这卧槽，这个车又杀掉了。哎，这个车啊。咱看看再给他一个将军行不行？嗯，再送一个。再送一个的话、嗯、他不能用士吃，所以他就只能对用将吃。对，吃掉了。嗯，吃掉以后呢，哎，我们以前学过的马后炮杀法又出现了。嗯，这个马哎，你这样跳呢他能进将了。好，那就是哎往前跳。嗯，马六进四将军，你进不起将。嗯啊，但是可以垫车。垫车怎么办呢？不要忘记我们双将的这种特点，就是让你要动将。嗯，马四进三，进三，你看这有个炮将，那有个炮将。嗯啊，这个呢哎精妙的杀棋啊，不错，张瑞也解出来了。嗯，这是画龙点睛的最后这一笔。嗯，这笔要走对的话，你看在前面的弃车这一步棋好像是走不出来，挺难度挺大的，挺冷，这就是一个冷招。嗯，那稍不注意啊，两这个好棋就从你身边溜走了。对、嗯、那么有时候注意一下，多多的弃子杀棋，这就是锻炼，这什么叫苦练基本功啊，这就是其中一种。嗯，而且我发现这个马的灵活性还是很大的。对，什么卧槽马呀、高调马、啊、还有包括这个炮和马的攻杀啊，对，其实都是锻炼这个马的灵活性。只要是经常练习的话、嗯、这些杀法结合以前所学过的知识联合起来运用一下啊，起到的效果非常的啊不错的。嗯，这一局很精彩。嗯嗯、不过下一个残局我相信也很精彩，我们来给大家摆一下，拭目以待。现在这个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黑方还没有给红方形成一个绝杀。那太多了，你看花眼了吧、啊、这不一将军就将死了吗？但是我可哦，这个、马有马有兵，哦对，那还是个绝杀。那还是走着叫着杀，那边进车也是将死。哦，是啊，杀棋没注意到上面还有个车呢。对，应该是上下左右，你来回看一下，嗯、这样就错不了了。嗯，这已经走绝杀了，但是你现在要看看红方怎么去解决，这个也很关键。红方也有很多种杀法。那你看看，咱先让张瑞独立解决一下。首先有马可以杀马将军，哎，马将军，马这样是憋着马腿，这是将军、哦。那就是车将军，可以将军乘势落势都行。乘势落势，嗯，马兵在。所以说啊，这个棋啊，感觉好像是还有点小别扭。对，还一步杀不了。好像是一步杀不了。嗯。但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你只要是耐着心的好好的研究揣摩，你哪怕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都不吃饭，嗯，我想应该会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棋到底应该怎么走啊，这有点把我给难住了。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能不能想得出来了。那我是说大家要是说不吃饭的话呢可能有点难受，可以让大家吃饭，要张瑞的话呢今天晚上别睡觉了，我想应该也能解得出来。行，那我今天晚上看看我能不能解出来，明天我来交答案了。好，明天再见。再见。象棋很精彩，牌局依然。